奶茶最神奇的地方呢，就永远不会淡茂茂啊。西多配埋奶茶真的冇得顶啊。鸡扒、青瓜、生菜、番茄、天鹅掌。放假出街玩，今集咧就带大家嚟到佐敦嘅呢间冰室去揾嘢食啦。究竟有咩食呢？就是在网上面咧超多人打卡的熊仔冰奶茶。最搞笑的是咧，呢、這个店主咧就跟过茶王拜师学艺去整呢个奶茶嘅，同埋咧佢自己亦都喺金茶王比赛度攞过奖噶。究竟个奶茶好唔好饮呢？除了呢个奶茶咧，呢间冰室仲有一啲超 eye catching 嘅嘢，譬如好似呢个爆浆流心西多啊，另外咧仲有一啲烧云叉烧饭啊、鸡扒包啊，都好吸引啊！即刻同大家揾食啦！呢、這个就系呢、這个港式奶茶，新鲜柠檬茶，12蚊啫喎，咁平嘅。这个呢，这个是什么？我们来看下午茶 menu 有什么。下午茶有些猪仔包、多士、棉花糖多士、流华多士、冰火菠萝油，有些鸡扒包。都挺挑，但是很燥热啊，吃荔枝。熊仔头奶茶已经上了台了，它呢就会是一个樽仔丝袜奶茶和一个熊仔头，连个熊仔都是用奶茶整成冰的。丝袜奶茶，是不是好像帮着熊仔冲凉一样呢？那它喝下呢，它的口感令我现在都记得，它是真的很丝滑的，还有呢它奶味的质感呢是很浓厚啦。茶味呢喝下都有回甘的，但是我就觉得可以再浓多一点。它两者平衡得挺好，还有呢最重要一样，它不是很甜，喝到尾呢它都不会变成淡茂茂的，熊仔冰呢是会慢慢融成奶茶的，这样呢就挺加分。又或者大家不想喝奶茶的话，店铺还有这个熊仔冻柠茶给大家选择的，不过价钱就贵一点了，38元杯。这个是冻柠茶熊仔冰冰，很舒服啊，它已经浸紧肉，在这里叹紧，但是这杯也都挺多冰的，这冰不用钱，冻柠茶冰冰。柠茶这杯呢，除了它的熊仔呢都是用冻柠茶整成啦，入面还有很多普通的冰的，好鬼死难读啊，但影相是挺有趣的。西多配奶茶真是最正下午茶，45元再加特饮是19元。这个是什么来的？一夜暴富流华西多，是不是我看那些赌神赌圣拜斯维加斯，好 Q 啊！仲要有个暴富，真系有个发发发发发假麻雀嚟，呢个系值得噶。如果大家好中意邪恶嘅嘢食咧，就非常推介大家嗌呢个流华西多啦。佢咧除咗有个麻雀咧，上面仲有好多朱古力谷物脆脆嘅，同埋个西多咧都炸得几厚身。旁边咧仲炸到起晒丝添啊！金黄酥脆，真系非常邪恶啊！外形系一流嘅。一夜暴富咁样有啲咩暴富？哇！炼奶，哇！嗰啲炼奶已经飙晒出嚟啦！哇！哇！好癫啊！个西多一切落去啊，真系俾佢啲炼奶吓亲啊！唔知喺边度飙出嚟噶，但系咧真系好正啊！食落咧佢炸得因为好酥脆啊，所以记住趁热食，口感咧都非常之丰富嘅。入面有乜咧？有炼奶啦，入面仲系橙花生酱嘅西多嘛，基本配置啦。佢个炼奶嗰阵系收埋喺边嘅，爆得咁突然。挺好挺好。
脆卜卜，甜甜地，肥仔之选。另外我哋都嗌咗个主食啊，就系、呢个烧云叉烧饭啦。哇，你睇下佢嘅叉烧咧，系围住个饭啦，然之后咧上面系有两只太阳蛋嘅。虽然咧未煎到窿边嘅，但系咧佢个蛋黄摇摇欲坠咁，真系好靓，同埋豉油咧又唔会太多咁，望落去咧好开胃啊！另外呢个蛋会介成点样呢？介咗上面呢个吸引啲嘅先。漏到全部都系啊，正啊！呢个就熟得滞啦。饭都好好吃，蛋汁豉油捞白饭，简直是万物好吃的配搭。叉烧就正常茶记叉烧发挥啦，不可以要求咁多嘅。鸡扒包，我 feel 到佢好热咯，系 feel 到，超级热。有呢个生菜番茄，好正哦，成个鸡扒，鸡扒飞晒出嚟咯，系。好大嚿啊，系呢个鸡扒，射晒出嚟。个鸡扒包咧都几有惊喜嘅，真系拍得住澳门嗰啲啊，同埋口感真系好丰富。哇！呢边个环节面好吸引我都。鸡扒、青瓜、生菜、番茄、千岛酱，好饱啊，煎得。煎得窿窿地，正！千岛酱，似我嘅千岛酱。佢呢个，我哋继续倒个奶茶啦，直到个熊仔冰啊融化咗啊，饮到尾啊都系淡淡奶茶香啊，成件事系冇淡到噶，用奶茶嚟做冰啊，呢个 idea 真系一流。饮到最后咧，可以吉吉吉吉个奶茶熊仔，因为佢都系用奶茶顶嘅，吉吉吉吉吉。就会有杯新的奶茶啦，店入面咧仲有一个奶茶柜嘅，姐姐见我影紧咧就好好人铲走啲冰水啦，等我影得清楚啲啦。咁佢入面咧其实都有好多款唔同嘅奶茶啦，柠檬茶啦、鸳鸯咁样嘅。可以买酒饮又得，喺度我嚟做熊仔冰又得啦。同埋咧，佢好似喺啲超市入面有得卖嘅，之前好似喺 marketplace 度见过呢啲一樽樽仔嘅奶茶。佢仲有，哦，佢有玻璃樽仔喎，好搞笑，正，系有卡位嘅茶餐厅，正，其实都唔系好大嘅。整体嚟讲咧，呢间冰室嘅嘢食咧都比想象中好啊，既食得咧，亦都好打卡啦，非常之有惊喜嘅。咁就大家多多支持留港消费啦，下次再同大家食食食啦，拜拜。